变这么红啊？太热了这儿。今夜露重风寒，皇孙居然觉得太热了。我这不是看见月色正好，正适合巧虎符吗？皇孙真是毫不客气了。我要是偏偏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……阿莹，我有要事要同你商议。深夜擅闯女子卧房，皇孙不嫌瓜田李下，我还嫌呢。你未用完善，所以才过来看看。李逆这个杀才，竟然出言讹诈，想一箭双雕，既想诓骗出我真实身份，又想骗公子答应他救出梁王。待会儿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，就从这梁氏里面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。扶阳，你疯了！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看孙静，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之前不知何校尉的身份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见谅。他不过我军校尉，能有什么身份？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……